里就是我爸自己做主，我妈完全是一个那个，就是那种怎么说呀，就是没有自己吧，就什么都是我爸。所以，我爸只要把我爸拿下，就一切都搞定了，就是这种。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就刚开始我就跟我，因为我特别了解我爸，虽然我跟我爸不是很熟，但是特别了解。他就，我们以前，应该是高三之前吧，我爸跟我说话，可能也没超过10句话，当然他也没有打过我，也没有骂过我，但是就是那个。完全不跟我讲话，他只要那个，说，我就说我想考什么全国全亚洲最好的学校，就只是这样，就是套路他嘛。然后说好支持你，你考就是，他就对，因为他就很怎么说，他就是特别好面子吧，就觉得要最好的，可能他也不关心这个东西是什么，他就觉得好像挺厉害的，然后就说你去吧。然后考完之后，我那个成绩特别差，就那种文化课那种成绩，学习特别差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要考这个最好的学校呢，就好多人都是，就还没下来成绩，我就跟他说，因为知道自己就根本就考不上，就根本就考不上那么多分。然后他就说，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可能，得。就这个最好的学校呢，是特别特别难考的，然后可能就需要，就像打小怪兽那种，然后要打好几年，就有的人可能7、8年才能上得去。我爸说没问题，你要能考，咱们就考，你要直到你考到不想考的时候，咱们就不考了。然后对，因为他给我的人设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你知道吗？就我姐的人设就是一个，老师，但是我姐现在是一个老师。就完全按他们的那个，就他们理想的、想象的那个思路来走的。然后他说，那个形态已经发生变化了。他说，我们那会儿就是柴米油盐，然后衣食住行这种。他说，你们这代人的痛苦可能跟精神相关吧。然后我就觉得，我操，太牛逼了吧！然后对，然后就还挺吃惊的，就我就觉得他可能真的会，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是他会。了解到一些东西，至少，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因为我妈当然是一个，就是她只要，那个在我爸旁边就可以了，她不用发表任何的意见。然后，但是我就觉得他们两个还是跟就我们家里边就老家那种环境还是挺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父母会说啊，你。这么多年你也没有贴补家用，然后你也没有结婚，然后越来越大，然后你也没有什么搞对象，然后你也没有这个，你也没有那个，就他也从来没有要求过这些，也不是从来没有，就是那个阶段他没有要求，因为我就不会让他们提这个话题，因为相处时间很短，我可以控制那个，节奏吧，我觉得，然后我就一直觉得他们好像跟其他的，家长不太一样，但是就比如说什么我奶奶，什么我的叔叔阿姨什么的，就肯定就会觉得你这个人，你家里孩子肯定有问题的，就是也不会，就也没有工作，也不知道在外面干嘛，然后好像你挺潇洒的，但是就特别。妈妈会不会说什么？如果他们这么说的话。他们不会那样说，因为我很小就跟家里的那些关系就全都已经那个把他们那个就挡住了，就让他们闭嘴了。然后小时候也不太懂事儿吧，就是他们一类似提到这种，我就会立刻反击，然后就态度特别恶劣，他们也不会再提这个事儿。但是今年我就回家，特别奇怪，我觉得他，因为我之前一直是那样想，他们跟其他的我的叔叔阿姨们不一样，就
对我的一个态度，对我从事这个事儿的一个态度，就我现在的一个生存跟生活的一个状态吧，就这个态度是跟他们不一样的。但我这次，回去我就觉得，就突然意识到那个事情，就突然意识到他们好像跟他们是一样的，然后就有一点点，他其实也没有，因为我以前回到家，过年回家，因为就，撑死了待个一星期，就是基本上就是4、5天，这样，然后每年回去就因为特别累嘛，就回去就基本上就那种圈养养猪那种方法，就吃啊睡啊，然后就休息，就完全就是一个假期的感觉，就因为特别放松在家里。就以前他们说什么也没有特别在意吧，我觉得。然后这次回去我还挺，就有一点放松。然后就回家之前都没有那种紧张跟焦虑了，就是比如说我不想回去啊，我想在这多待2天，没有这种。我就想，那就早点回去，然后跟他们玩一玩什么的。结果回去之后我就一直没有休息好，就全程都没睡，就没睡过。没怎么睡过觉，你知道吗？完全睡不着，然后睡着一会儿就各种做梦，就我以为我特别放松，但是其实没有，特别奇怪，就我想要放松的时候反而放松不了了。然后后来就因为要就开着车去什么就特别偏远的亲戚啊什么，就有一个干妈什么的那种，就总是要去一下的，就有几个亲戚要去的。然后他们就会在路上聊。不会聊我的事情，但是就会聊什么，什么？哎，你看这儿，因为都是很早以前走过的路，都那个变化很大嘛。他就说这以前是哪儿哪儿，然后就很随意，就很日常那种。然后说这是哪儿哪儿，然后说谁谁的孩子是不是在这儿工作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那种政府大厦什么的那样吧。然后他就会提到一些类似的这种。然后就很多这种细节吧。然后他们以前也会说，但是我没有在意过。我今年就把这个，就这些话我都听进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就给我冲击挺大的。我觉得可能是我之前就没有就把他们屏蔽了吧，就没有特别认真的站在他们角度考虑，一直都是哦，我认为。他们跟别的可能不太一样，对我的这种要求跟需求也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去要求。其实有可能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我是不去面对吧，就不去碰触那个东西。但我妈就是，其实相当于是我爸的脑子吧，就备用的一个脑子，就是比如我爸有什么，就有点像秘书那种，然后管那个账。然后管那个琐事儿什么的这种，所以他其实还是就跟在家里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以前我爸做的，就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个事儿，我爸以前就是做这个的，然后只不过是自己那个做了一个这种。但我妈完全不是，我妈以前是会计，就是会计，就是算账的，记账什么，就在公司里边算账记账那种。就有一些是雷同的吧，但是他就对我爸的这种业务啊，什么所有的这些就工作上面的事儿，其实他完全不懂的，他就一年之内全都把它弄明白了，特别帅气，我觉得，特别难以，说起来特别恐怖，就我有个妹妹，以我妈作为榜样，说我一定要成为我那个大妈那样。什么，什么我大爷什么都没说呢，眼神都还没来呢，他就已经知道要干嘛了，然后就过去了，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要求啊，他就特别自然。就我以前不是考学，在外面考了几年嘛，然后每年我就是30回去，然后初一晚上回来，就他一定要让你去。
回家过那个三十，就是有你奶奶在，哪儿都不许去，只能在这儿。就是，但是其实以我爸那种性格，他完全可以。我一直想不太明白，就以我爸那种性格，他其实。喂，不用啦，谢谢。然后他应该会是说，他挺事业型的那种，他应该会说啊，那你就在外面什么学习吧，画画吧，你就不用回来，一般都是这样。但是他从来没有说你不用回家这种，就必须得回来，你就算那个。就回来只吃一顿饭你就走，你也得回来。他就不是忙，他就重男轻女嘛，他就不喜欢，不是不喜欢，不能这么说。然后他就不会跟你说话，就没怎么跟我聊过天儿，不会跟我说话的。没有啊，所以他就没办法，那 认栽了。没有，我妈有时候会说。我妈其实主要是说我奶奶，说我奶奶还是对，说我奶奶那个那边，就我爸那边，说我，因为我出生的时候特别，特别坎坷吧，就是计划生育，然后相当于我妈怀着有5个月大吧，我。然后就被不知道被谁告密了，因为当时还在农村，就是那种超破的村子里，然后被告密了，然后他就那个一路跑，就那个这样警匪片儿，你知道吗？就这种，然后就一路躲藏，然后但是没有人敢收，那会儿特别恐怖，就是他如果比如说他要逮就抓住我妈，立马就会给我妈那个把孩子打掉，就给他一针。然后就是谁藏了你，谁就受处罚，受处分呗。那会儿他说会扣那个工分儿什么的，然后就没有人敢收。然后他一路从我们家那边逃到了环台，就是现在就叫干妈嘛，就逃到他们家。然后差不多有个多少公里啊？从我家到那有个40公里吧。然后当时就在家生了，就大出血，然后。后来我那个我妈就跟我说，就生下我来一看是个女孩嘛，然后就那个说我爷爷我奶奶，说那个扭头就走了，说我爸看了我一眼也走了，然后他就晕倒了，然后特别惨。会啊，就罚钱嘛。但是孩子就安全了呀，他不至于把你，对啊，所以我，就这个，现在好像不太说什么重男轻女这个事儿，但是小时候经常会，就身边所有的什么同学啊、小朋友啊什么都知道这个事情，就因为都是一个村里的吧，就一片儿的，然后就会说，就有很多这种什么重男轻女啊什么，就特别那个。就我妈小的时候，我妈说我会跟她吵架嘛，就稍微小一点的时候，我会跟她说，我就说你那个也不是吵，我就说别说了，就那个这也没得说，我说我不会结婚的，我也不会有小孩的。然后那个我爸有时候会搭一句，就说啊，那个你觉得要有合适的也可以的。之类的，这种也会就顺道，但次数很少，也就一两次，撑死了。而对，有可能吧，也可能就是对我比较宽容，我觉得挺逗的。不知道，我爸挺逗的。就是你如果把他当成一个大人，就同龄人，不是大人，你把他当成一个同龄人就很好处理。
但是你要把他当成一个家长，或者你觉得他像一个小孩了，这个事儿就没法处理了，你知道吗？而他们好像，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们应该能接受我不结婚的事。他们已经接受了。说，但是我就把他那个屏蔽了嘛，把他制止了，然后这两年我开始跟他说，就很明确的说我不可能结婚，我不可能那个，我说那个，对，我说我不会结婚了，然后他们当听不见，主要我妈在攻略这个。